昨天拿的这个网是一个3米高的网啊，咱们看看这个网该怎么玩的啊。迷网的时候，咱们把这个拉线啊，把它收进网啊。手伸的话，我现在没拆伞啊，来抓好网头，从上往下理啊，理到网中间啊，手握成松的，好没？握成松的，把网提起来抖动一下啊，把这个链条啊拉线，把它抖齐抖直啊，然后再来对折一抓啊，再把这个网提起来啊，摇晃一下，把链条摇晃均匀，是不是？把链条分匀啊，然后来往下一抓。左手吧，咱们来从下面来抓住网啊，右手咱们来抓住盘的侧边。好，这套理好了，是不是？撒网的话，你看看我们怎么撒啊？往前推，往后摆，左手发力啊，右手来转，看到没有？左手发力啊，右手来转，把这个网盘转动起来了，咱们这个网就能够转开啊。看吗？转，看到没有？右手是让它转的啊，哎，不是说抓的盘子，看吗？抓的盘子往前去拉扯啊，往前去拉扯的话，这样网是拉不开啊，拉不圆的，是不是？网的话一定要用对方法啊，用对方法这个网才能撒开撒圆的啊。那我就直接来撒一网啊，好吗？链条还是把它理好啊，整个转的时候有点搭在一起了，是不是？啊，理好了啊，往下抓，左手来抓住网啊，右手来抓住盘，前推后摆，一转，看到一撒全开啊，看到，是不是？轻轻松松一撒就开了啊，这网它都是开顶的效果啊。全开到顶啊，这网底都是铺平的铺开的啊。来，朋友们来一网啊。有我都有什么鱼啊？这里面好多鱼嘞！我你留了，我觉得关键搁那个毛毛这么多，毛都变了，挖地，你这个变成30万，那个啥，留不了多了。我什么鱼都有啊。你这个文字写的。我不是跟追们在那撒网打。